话说上回，姚总和窦文相爱相杀的故事还未完结。你说，在，你练的累死了，你想都没办法，你该想出来你还想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姚总的其他片场日常吧。呜，殿下，我看。我把那个黄总分成抽屉了，就是你的三位女士，他的抽屉，这样对照。